国训中心，除了授旗给我们的代表团，也要替各位加油打气。这一次的四大运，我们有210位选手参赛，也是这几年来我们培育选手扎根基层的成果。我要谢谢我们陪伴选手的教练、医生、物理治疗师、运动防护员、研究和行政团队。最后，我要祝福我们的选手在四大运能突破自我，凯旋归来。台湾加油，大家加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这一场为期10天的民族伙伴共荣之旅，我们访问了友邦瓜地马拉跟贝里斯，也过境美国纽约和洛杉矶。感谢所有一起出访的我们访团的成员、工作伙伴以及媒体朋友，还有我们华航的机组成员，我们共同圆满地完成了这一次的任务。我要感谢在海外打拼的侨胞，以及在世界各地驻馆的外交伙伴，因为大家的努力才能够有这一次的成果。我要谢谢行政团队和国安团队维持政务的顺利运作，在台湾顾好家园，让我们可以安心地去拼外交。那么对于这次的出访，我有3点想跟国人来报告。第一，虽然历经了3年的疫情，我们和友邦的各项的合作都依然持续累积成果。那么像是瓜地马拉的亲马德南哥医院已经完工运作，那么贝里斯的种羊生产计划协助了更多弱势家庭改善生活。未来台湾不只是要继续贡献专业，成为世界重要的良善力量，也会积极的跟其他的国际伙伴合作，创造更多丰硕的成果。第二，在这次出访当中，瓜地马拉的贾迈代总统、贝里斯的查夫拉总督以及布里先纽总理，都公开的表达对台湾的坚强的支持。那么我们过境美国的时候呢，多位美国跨党派参众议员也以实际的行动表达对台湾的支持。台湾守护民主自由的决心得到民主伙伴的支持，也让我们和民主伙伴的情谊更加的坚定。第三，我每到达一个地方，我们海外的侨胞都给我们的访团最热情的欢迎。我们勇敢自信地向世界传达我们的声音，在台湾的国人也持续地关注我们访团在友邦以及过境美国的行程，而且积极地帮忙传播分享，做最温暖的后盾。我要跟所有的海内外国人同胞说声谢谢，感谢大家的团结合作，我们让国际社会看到，在面临压力与威胁的时候，台湾会更团结，绝对不会因为受到打压而屈服，更不会因为受到阻碍而停止跟世界交流。最后，我要再次感谢大家的辛劳，未来还有许多的挑战，我们休息一晚，我们继续为台湾的外交、为台湾的未来来共同打拼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